唔記得咁在意。冇影邊個？唔會，全部影佢刪咗噶啦。請你日光師傅準備。啲客啫。佢掛住偷偷聽佢哋傾偈啊。係。幾好乜聽？有陣時我都唔記得㗎，有時都。即係頭先冇咗個標誌喎，你。啊？冇影。有呢個有。喂，話嗰個呢個冇啫嘛。你都有曬資料啦。冇用嘅，冇用嘅咁樣。好啊，唔使睇嗰水，佢唔話話咁，唔使佢實住個膠貨，辛苦啊，要呢啲嘅。夾唔到部拉卡鬼啊！細細部，九千蚊，慢慢收，廢柴機咁樣。世界好啲就知啦。而家好似都斜斜地。啲收檔又快。係嗰啲好好快，開檔又快。開檔又慢啊！空間多曬，聽緊好耐都。開檔啊，五分鐘收檔嚟。你咁快好翻啊？你個點解？因為我一早慢慢入嚟，慢慢啊，你唔走都辛苦。走不走了，你死了。不走的走的，坐下真的。跑就叫你坐，你想不想你走？恭请以下几位师傅请准备，依次再是姚新贵师傅、林慧芳师傅、陈树成师傅、大把位李瑞光师傅。多謝你精彩的演出。好了，我們看完這個集體太極之後，我們看看一些外家拳精彩演出，威猛的梅花臘五型拳。我們有請就是姚新貴師傅。